好，张振林又完成了一次抢断，这样的机会张振林肯定不会放过，必然是一个扣篮，只不过呢这个篮扣的很含蓄啊，不是一个夸张的战斧劈扣。很好，突破了，大好球，好球，漂亮，场均一扣，张振林，你只要让晶晶有这样的一个起跳空间，谁拿他都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张林倒地扑球，但是这球给的有点远，辽宁队来了，哦，又是张振林啊，在刚才很短暂的时间之内。反转身之后啊，张振林是状态恢复最早的啊。四抢断球，完成了这次反击的助攻，也是有点想多了。你想从赵继伟身边这样的抹过去，来了，哇，又一个护中接力，今天真的是要包篮，是今天所有的十佳球吗？五佳球太少了，我觉得五佳球太少，要十个啊。刚才艾伦这球真的对晶晶的这种信心啊，传得非常高啊。侧板接球之后的一个风车啊，完成度还是非常的。非常好，这个关子卖的就很深。对，在新秀赛开始之前，我们前方的记者丁小青不是没问他，目前没毛病，我们说很精彩。后来但是没有扣中，这边空中接力，哇哦，张振林那场比赛个人的第四次扣篮，第二次空中接力，第一次失误。那这球看张振林要不要扣一个？哎呦，漂亮啊！一个小的滑翔劈扣，张振林今天快攻打得够舒服，也来了，小扣了，漂亮。想找尼克尔森了，张振林，哇，炸裂啊！这个球晶晶面对的是大王，大王，我觉得这个球还挺明智的。对，看到晶晶飞起来，我就不过去了啊！你自己玩，我就不过去了。这球又是五佳球了，绝对五佳球啊！太漂亮了，对，直接飞起来了就。打扑，直接传到张振林手里。哎呦！张林啊，扛这一下，对，主动发力这一下，马振强要往上迎这一下，正好赶上他发力这一下。阿涵又来了，哎呦，天哪，哎呦，战斧，哇，我们注意看他那个起跳那个点，离篮筐的那个距离啊，是，转身的一个距离没控制好，拿到了一个五十分。这个五十分，就很好打，很好打，很好打，没有什么意义。如果你有二十分，我就打二十分，对吧？这个高度，其实最后大家看扣篮，有些王汝恒，哎呦，传低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要扣了，晶晶来了，哎呦哎呦，大风车，我觉得这球他还是算是跳的不算死劲儿了，保守了，太轻松了。看广厦的联防有头，哎，这个假动作漂亮啊！张振林直接把孙振鹏给过掉了，双手隔扣，这个大斩斧啊，从过人到灌篮一气呵成。你发现辽宁队给了很多，哦，漂亮，又是一次抢断，赵继伟给空间，哇，漂亮！哦，张振林一节比赛三次暴扣啊，这一次是空中接力。正确的预测越来越近了，没有问题了，没有问题，
啊，五十分的一个扣篮，只要成功就是五十。对，这来看看啊，这至少拉拉队的这个阵容身价就很高。没错，啊，罚球线里一步左右啊，一个滑翔的大风车，